此刻远在南洋的泰王国，也许全国的人民都在关注着这场比赛。直播的信号已经接到了那边。那在这场比赛之后，我们中国的格斗女王汪可涵也将出场，接受有史以来最强的挑战，都是诸神之战的终极决赛也将上演。等待了许久，让我们共同有请出这场世纪之战的两位主角。首先，我们欢迎。 第13位挑战泰拳王子的中国高手，插翅虎王伟豪。终于来到我们今天的重头戏，我们的明星大战赛，第13位挑战播球的中国选手王伟豪出场。王伟豪27岁，46胜6负，体重70公斤，身高1.73米，2006年亚洲青年武术散打锦标赛65公斤级冠军，2007年散打比赛中获得65公斤级的冠军，2009年中日搏击对抗赛65公斤级的冠军。 而且已经这2年出战昆仑节多次，成绩不俗。好，我们此刻掌声来欢迎这位来自我们的远方的邻邦泰王国的文化偶像，也是文化使者。 白莲王子Buakaw Banchamek，Nak Muay Thai Hero Buakaw Banchamek。的资料对比，王伟豪27岁播球34岁，王伟豪46胜播球267胜，体重同样是70公斤。王伟豪身高1.73米，播球身高1.74米。享誉世界的泰拳王子真的不会再打很久了，所以这场比赛显得异乎寻常的重要。 而在他退役之前，绝对不可能接受所有中国选手的挑战。也就是说，在他退役之前有限的场次当中，中国选手挑战的机会越来越少。如果小豪不能够胜利，也许播球将成就自己终生不被中国选手所战胜的神话。如果小豪今天创造历史，战胜了播球， 那将是播球带着终身的遗憾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金身终破。究竟这个答案将写的是什么？我们的鼓励掌声送给我们的第13位中国挑战者王伟豪。亿万拳迷的偶像泰拳王子白脸播球。 Kalgoku Superstar Kong Muay Thai Inti Tuangra Mumten Zak Pratetai Nak Muay Thai Hero Buakaw Banchamek。 有请场上裁判，来自韩国的 Kim。And when the action begins, the referee in charge Kim from Korea. And no clinch, okay? Shake hands. Come. Judge, timekeeper, fight！ 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昆尚传媒全力打造的世界顶尖格斗赛事——昆仑决，这是成都站的比赛现场，我是张泰海。大家好，我是昆仑决亚维。本场比赛的超级大战，播球王伟豪。期待这场比赛很久了。播球，当今世界站立格斗界第一巨星。 可以说，播球影响了整个泰国的泰拳界，包括世界的泰拳界。对，而且不仅仅是泰拳界，还有踢拳、自由搏击这个领域。王伟豪呢，在国内散打选手转型，在散打水平上他是非常高的，是的，也是全国冠军。但是自从转型到自由搏击以后，也是连续 KO 了众多的名将啊。嗯，你看王伟豪刚刚有一个侧踹腿的动作啊，转身后蹬。 啊，我对王伟豪这个转身后蹬印象特别深。对，我也一样。所谓的准、快、狠3个方面啊，王伟豪又快又狠，但不准，每次都踢到对方的裆部。啊，一个后手。啊，电光火石之间，话音未落啊，王伟豪中了播球一个后手。刚才发生的一切都太快了。刚刚过到1分钟。难道今天的比赛？ 哦，高扫上头，他这种高扫跟上次跟顾辉一样，对，他是不会瞄着你的脖子跟下巴去踢，他们是太阳穴的位置，你的太阳穴。哦，播球还是很轻松啊。王伟豪要及时的调整自己的技战术啊。哎，又是前手平勾。播球的这种稳。 播球的这种稳定性还是很强的呀、啊，对，毕竟是老将。哦，这个前手平勾直接开路就进去了，然后又是腿法跟进，再次击倒王伟豪。太快了，这几下。如果再出现一次，这场比赛就要结束了。我们的比赛在同一局里边，如果出现第3次读秒的话，就要终止比赛了，有点晃了、啊。哦，王伟豪要控制好距离。哦你看播球的移动速度多快！播球啊，超级巨星！太老道了，太老道了！超级巨星！哦，又是后手，小心呐！重拳打中！王伟豪这时候的防守啊要做好！哦，上扫上头！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 一切发生的太快了，2分40秒，2分40秒，最后这一下在之前的比赛里，3次击倒。在之前的比赛我提到过，不要在对手进攻的时候发生这种自动的转身呐。这场比赛完全出乎了我的意料，播球还是当今世界站立格斗界第一人呐，实至名归啊。 实至名归，实至名归。这个高边腿是明。太快了，这一切发生的太快了。播球的拳法的准星度，包括他整个节奏的把控，还是我们看什么叫准快狠，而且每一个动作多么的标准，就像教科书一般的准确。太快了，太快了。 这应该是很多人想象不到的这么样一个特殊的结局，太快了，太快了，太快了！我们再看慢动作，这个时候看王伟豪有一个转身的动作，就这个时候，这个高扫呢正好是被踢中。对，我们一直在强调，在这种比赛里边，千万不要自己转身。对。 因为在对手攻击你的时候，如果你自动转身是不犯规的。播球还是王者风范，依然是那个王者，擂台上的王者。真的是，真的是。King， 本场比赛经过裁判裁定。 红方选手在第一回合2分35秒TKO 获胜 ，and the winner by the red corner won by TKO。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格斗界大赛的创始人江华先生，赛事总监托尼陈先生，以及我们的主办单位汉博管理集团董事长袁建坤先生，还有泰王国驻中国成都总领事馆总领事。 潘志迪女士，啊，泰拳王子，没想到。 这比赛是这样一个结果。其实呢，今天的王伟豪也不是我所认识的小豪正常的水平，但是这是比赛，没有办法。泰拳王子播球展示出了自己白蛇吐心一般无比的威力。我们再次恭喜播球，延续了他对中国选手不败的神话。 We have something to announce. You remember my brother? 那天跟他讲，他应该还记得，他的鲜血曾经染红了我的衣服，所以今天我也穿了一件红色的衣服来纪念他英勇的战斗力。那么我们在此刻要有一件新的事情，一件重大的新闻要向各位宣布。有请昆仑决大赛的赛事总监托尼陈先生。好的。 播球今天赢了我们的散打高手王伟豪，但是另外一个散打的世界冠军、奥运会冠军，他不服气，现在他就在现场，他马上向播球挑战，他的名字08年奥运会冠军蔡良婵。 我们要介绍一下，来，我 Whoa! Hey, stop! 我 easy。隆重的为各位介绍一下，好兄弟，蔡良婵。阿婵是我们中国的奥运会散打冠军，而且我们托尼总监刚才宣布的梁婵的这场挑战是一种很奇特的一个过程。为什么？因为梁婵，阿婵她作为运动员已经退役很久了。 今天是作为嘉宾在台下看这个比赛，作为中国的格斗运动员，看到我们中国的选手败在了泰拳王子的拳下，他的心中也许是燃起了一阵怒火，所以做了这样一个在我看来很冲动的决定。你知道，兄弟，真的，体育运动不是开玩笑的事情，格斗更不是开玩笑的事情。作为运动员，你应该很清楚。 退役很久和一直保持训练、保持一线竞技差距是非常的大。你怎么样才能有这个勇气来做这个决定？对，波球是一个很让人尊敬的一个对手啊，我也看过他很多比赛，但是我觉得他并不可怕，因为我比他更厉害，我会干掉他的。哎。 来 ，Let's make a deal. Fight. Okay, Buakaw, we'll see you again in this fight.